来自中山大学吉他社的。哇、然后我是 Lily， 他是招子。嗨，招子，嗨。然后我们今天要表演的首歌是《会不会》，然后他是他是一个女歌手叫贝利，然后他其实在几年前过世了，然后就是因为癌症过世，然后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在这边听音乐，然后弹吉他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然后这首歌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只为摩羯，会不会吗？
时光。